南投市就业服务站为着要帮助身心障碍者辅导因就业，特别举办征才活动，真侪身心障碍者拢来提资料，希望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工作。一般来讲，我们在市场上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就业机会是相对是受限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针对这样子单一特定对象的一个面试的机会，来增加他们一个录取的机会。那也透过有社会企业责任的这些厂商，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给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让他们有机会来进到职场工作。那让他们能够来提供他们一个相当的一个生活支柱，那这样子对我们的整个就业环境来讲，会相当有利。秋雄也现场应征，除了看应征的资料，也甲因进行对谈，也对应征的民众进行一个小小的考试。秋雄表示，这届参与征才的活动，无征才人数的限制，只要是适合的人选，都会当来到因公司上班。台湾其实是缺乏劳工的，那我们可以运用他适合的工作，让他们在这个我们的环境里面去工作。那对企业，对他们来讲，大家都是获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基于这样的宗旨，我们就去找这相关的一些去做征才这样子。他来的工作，那我们因为有一些人每个人状况会不一样，那我们就安排他工作去试用。那他如果能够胜任，我们就会把他留下来。所以我们并没有去设定说啊，你名额一定是几名这样子，因为我们会先让他进来先试做，那做一段时间看他能不能适应。秋雄表示，欢迎在找头路的身心障碍者来到公司应征，伊嘛希望社会上的企业买单，甲伊同款多多雇佣身心障碍者，和弱势团体有更较好的生活。记者郭玉麦采访报道。